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欧力。那今天呢，是我第一次开车要上高速公路，然后再加其他回桃园平镇。那对我来说呢，算是一个蛮大的考验，因为之前没有尝试过一样的事情。那我这一次租的车子呢是 iRent， 然后这一次租的这台车呢，它是 Toyota 的，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型号。对，这里就有附上手机架。但我觉得它这台车呢，最大的缺点呢，就是它没有附上 USB 孔，它这里有一个顶烟器，但是没有那个转接的，所以就变得说没有办法充电，这是一件蛮困扰的事情。那就待会桃园见喽 ，Let's go。非常完美，我们已经平安的抵达了马祖新村。我们现在要来一个桃园的文创园区，怎么样？开车技术如何？90分而已啦，还不错。但是真的太紧张了。高速公路超恐怖的，这边的房子超漂亮的。花旗，你要买哦？买给我啊！等你买给我啊！你要买哦？等你买给我没？你不是要买房子了吗？我是穷鬼，我怎么买得起房子？有钱人呢。这个就是有钱人的样貌，最好跟我这个穷人的话没有办法比较。这边是马祖新村文创园区，也不是文创，你应该不能叫他的名字好不好？不然那边叫什么？什么马祖新村眷村什么文创？只是我们还没有走进去啊，我们现在只有在外围而已。这边感觉就是以前古时候人住的那种水泥屋。这个眷村呢是民国46年建造，然后它是要为了让陆军部队住在这边，所以才建造的。不要买了，不要不要买了，取消，我不会帮你买。Nope。这边等于是文创。你们有在客制化吗？有，但是最近可能会先暂停，可能要等圣诞节。哦，好赞哦。可以当别人，可以先加购的包包，还有。蛋蛋现在超乖了，一点都不乖，连小孩带狗都自己不照顾。你这样就像在带我们以后的小孩啊！我不会跟你生小孩啊，我们要跟你生小孩。我们现在呢，准备要去吃饭，我们要吃羊肉炉。不敢想，你不要问我，不要不要，你不要问我，我要去死。女人在讲体重。这些是我们待会要吃的食物。拜拜。